哦，21:33的时候录制了一个梦，我们听一下噻。那个，长江一会儿宽一会儿窄，一会儿宽一会儿窄，我眼睛看过去好像是，有弹性的啊，一会儿宽一会儿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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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时候，好像是我比划的这个动作的时候，好像那个，人家那个拉那个手风琴的时候，一会儿宽一会儿窄，一会儿宽一会儿窄。啊，然后真的看到有人拉手风琴了，拉着随着手风琴的时候，那个看那个长江啊，一会儿宽一会儿窄，一会儿宽一会儿窄，啊，有人在拉那个，拉那个手风琴呢，一会儿宽一会儿窄，一会儿宽一会儿窄，然后这个时候，我出去看到了那个耶稣的像，和圣母玛利亚的像，耶稣像和圣母玛利亚的像，然后再看到。圣母玛利亚啪一下子把那个耶稣像给盖住了啊，盖住了，然后在，教堂那边，哎，好像我爸爸妈妈，去了海门那个教堂那边，去了教，那个是天主教的教堂啊，帮我，外婆啊，在那边做弥撒，去了一下啊，补助了一下啊，补助了一下，也就这段时间，这段时间我爸爸妈妈在。在那一带啊活动，就是把以前没有经济能力的或者没有时间做完的事情，他重新做了一遍啊，在临界重新补助了一遍啊，在临界补助了一遍啊，感慨，剩钱呢好多力不从心呢，要么没钱，后来终于有了钱的时候就没时间没体力了啊。好多事情没做，所以呢现在就重新帮助啊帮助啊帮助然后有好多事情呢力不从心呢，我母亲呢那是很生气啊，很生气，就是力不从心呢，以自己的力量完完全全没有这个能力同这个社会对抗了，只能被这个社会击打得头破血流啊，就是刚能吃。吃饱饭，要想能吃饱饭的话，要花出巨大的劳动才能换来吃饱饭。哎呀，这个社会就这个样，这个社会就这个样啊，体会到了啊。然后在外星球上，在现今里边都对比了以后，真的就是如我所说啊，在地球上是最惨的啊，在地球上最惨的，强迫劳动。不能不做啊，到了那个，到了那个其他宇宙，或者在天气上，愿不愿干都是自愿的啊，想干就干，不想干就不干，照样，不愁，生活之类的啊。原来，他在去世前我讲的这几句话，他真的体会到了啊，体会到了啊，现在是回到人间来，重新补助一下子，补助一下子，好的，好，知道了，知道了，好，再见，